你好，个印咧就做好咗，咁我哋试一试，系，吸到佢 ，OK， 得。嗱，两个签章做好，咁我哋试一试啊，咁就睇翻头樽头嘅位置啊，个头樽顶部咁样，一吸一放，咁圆印仔都系睇翻头樽嘅顶部。一吸一放下，咁就一般嚟講就唔需要話太大力 hold 住。如果你好大力 hold 住嘅話咧，啲墨水就會太多噶啦，係咪？咁一吸一放就可以噶啦，嚇。小聖唔墨商務印章社嘅威文嚇，咁一般公司簽章啊、圓印都係比較常用嘅嚇。簽章通常吸啲重要啲嘅文件啊、合約啊之類啦，圓印仔咧吸下收貨啊，或者係一啲停車場啊，咁一啲雜項文件比較多嚇。咁呢兩種印都係比較常用嘅。多謝曬你，小聖商務印章社威文。你好，咁啲印咧就做好咗，我哋要試一試啦，跟住就會安排出貨。就每一個頭樽頭咧都有嗰個位置嘅。咁我哋試一試